潮设计，上海筹建中华鲟自然保护区。上海正在筹建新的自然保护区，以保存长江自然生态。根据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的建案网站显示，园区包含水族馆与研究机构，大楼占地42.7万平方公尺，坐落于长江口。提案的建筑师团队 Annette 表示，该计划旨在提升大众对于长江生态保育的重视。保护区的建筑会使用半透明的聚四氟乙烯材料，还有地热供暖和冷却循环回路等永续性科技。建筑师表示，访客可在大楼内观赏当地原生植物和水生动物。大楼设备还包括高架栈桥，让观光客得以更加接近观看海岸生态系。通常只有在海里才能看得到这样的景致。根据网站表示，该建案预计在2021年可以完工。